1979年的一个冬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文物办的办公室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正在值班的孙清远拿起听筒，电话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县文保干部说，废品收购站从一位农民手里收了一件重4.8千克的青铜器，想请市里的文物部门过去鉴定一下。我们听到是青铜器，就非常高兴，就直接又坐车到了宝丰。平顶山市是一座因煤而兴的新城，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很少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孙清远放下电话，立即乘车赶往宝丰县。我们说前天有没有一个人拿了一件类似文物的东西，哎，当时碰巧了，这个同志就说有啊，这个事情是我经手的，我收的，如果你们不来呀，我还准备把它送到文化馆去呢。我们就说你把东西拿来我们看一看吧。他就从里面掂出一个麻包，我们打开麻包取出来一看，就是一件青铜簋。这是一件青铜簋，高20厘米，口径19.5厘米，重4.8千克，长口、鼓腹、竖颈、双耳，端庄厚重。斑斑的锈迹之下，难掩器身上华丽的切曲纹装饰。这些清晰的信息让专家很快判断出它的年代。它时代是西周晚期的，它那个耳朵啊，有那个兽形角，底下圈足有三个小腿儿。那纹饰啊，造型啊，都是西周基本上晚期的。簋原本是古时中国人用来盛装食物的器具，在先秦时期，簋还承载着另一种含义，它与鼎在不同数量的组合下，显示着当时人们的身份和等级。周礼记载，天子可享用9鼎8簋，诸侯7鼎6簋，大夫5鼎4簋，士3鼎2簋，如果僭越，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眼前这只青铜簋，极有可能是西周时期象征身份等级的重器。当时的平顶山市虽然很少发现有价值的文物，但地处河南省中南部，数千年来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也曾留下厚重的历史遗存。当时的孙清远和同事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在废品收购站花了9.9元，竟然收回了一件国宝。1979年突然出现的这件青铜簋，让文物工作者兴奋异常。按照常识，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能会铸有铭文，但是这只簋布满锈迹，肉眼很难辨识清楚。孙清远下意识地把手伸进簋内摸索，我就在它簋内的底部再用手再摸，因为它里边有一些锈斑呐、有一些土啊这些东西，我再一点一点把它抹去。抹去之后，哎，感觉就有点这个拉手的感觉。此刻，在青铜簋的底部，孙清源隐约感觉到了凹凸感，奇特的手感让他兴奋又疑惑。凭着直觉，孙清远的脑海中浮现出两个字：难道真的是铭文？然后我看了看，我看像铭文，我说这里边确实像铭文。然后就咱们就找了一些东西，把那个筷子削掉，削的像这个螺丝刀的前面平面一样，一点一点的把那些土啊、锈啊剔掉了一些。清掉泥土，除去锈迹，几行铭文赫然显露。很明显的就是3行12个字，这下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搞文物的都知道，
青铜器如果带铭文的话，它应该就是国宝级的东西了。铭文是历史的物证，常常记录重要人物与国家大事件，而这几行铭文中除了人物邓公，却没有人能辨识出其他的文字和内容。这位邓公究竟是何许人也？他生活在西周时期的哪个诸侯国？他的人生又是怎样？在西周时期，什么样的人称公呢？在周礼中，诸侯按照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划分出公、侯、伯、子、男、武等爵位，其中公排在首位，有着极为显赫的地位。青铜簋的主人这位邓公，从爵位上看应该是当时颇具实力的邓国国君。那么2000多年前的邓国在哪里呢？邓国呢，在襄阳那边有个邓国的古城，而邓国本身呢，它是慢姓。邓国始建于商代一个慢姓古国，位于南阳盆地以南，汉水以北。两周时期，邓国是周王朝南方较为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受到周王室的特别礼遇。而位于汉水流域的邓国，他的铜簋怎么会出现在中原腹地平顶山呢？邓公作，因慢皮硬簋，其永保用。这12字铭文还有别的什么信息呢？几天后，邓公簋铭文的图片出现在原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郝本兴的书桌上。让我识文，我就看出来这个就是邓国把他的女儿转嫁给英国，这个邓英他们之间有这个就是婚姻关系。那纹饰啊、造型啊，都是西周基本上晚期的。一个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开始在字里行间展开。这几行文字里出现了两个人物，除了邓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慢皮。邓国本身呢，他是慢姓，那么他做的这个英慢皮啊，就是嫁给英国了，他有个慢字，女的旁一个慢字，就说明他是慢姓。他名字叫后面这个字。青铜簋上的这个女子姓慢，名皮，但仔细查看后，在这个名字之前，铭文中还有一个字，英。英国本身是姬姓。古代是同姓不婚，但是他们之间呢，应当关系很密切，互相那个这个要有婚姻关系吗？按照西周诸侯国之间的婚嫁礼制，邓国的公主曼皮嫁到英国，尊号便在母国的姓名前加了夫国的名。他所以这个古代啊，就实行叫宁戚，就是陪嫁品。陪嫁的往往是邓公是或者是他的父亲或者是他兄长，那么他做的这个英曼比啊，就是嫁给英国了。邓公作，英曼皮硬簋，其永保用，说的是邓国国君的女儿或者是妹妹曼皮出嫁英国，邓公制作了这件铜簋作为陪嫁品，其永保用的意思是祝福他能永久使用。这是一件发生在2000多年前诸侯国之间的联姻事件。青铜簋是联姻的物证，那么夫家的英国又是怎样的一个诸侯国呢？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后，周王将战略要地和富庶地区分封给亲戚功臣，让他们各自建立国家，像藩篱一般拱卫周朝，这就是以藩平周。
仅中原南部就遍布了20多个姬姓诸侯国，史称江汉诸姬。英国就是其中之一。但在此前，学者们只是在史书上看到过英国，现实中一直没有发现英国遗址。就是英国原来到底在哪儿？原来文献记载还不很清楚。我们考古呢，都是要顺藤摸瓜，看见了这个，他既然邓国的这个女儿嫁到英国来，那么这个地方英国应当在这附近。政治联姻历来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外交手段，春秋时秦晋两国结成秦晋之好，也是婚姻外交。邓国和英国同为周王朝的屏障，两国的联姻无疑增加了守望相助的砝码。而按照常理，陪嫁的器物应该随邓女出现在他的夫国英国。随着邓公轨的出现，发现古英国这一历史谜题即将出现答案。它属于英国的东西，英国贵族墓葬它肯定会埋在英国的疆域内，所以它是很大意义说它就是发现古英国的第一线索。顺着线索推理，西周时期的古英国应该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平顶山市，但废品收购站绝不是发现邓公轨的第一现场。那么，这只西周时期的青铜轨在到达宝丰县废品收购站之前又藏身何处呢？2020年，临近退休的孙清远已是两鬓斑白，他没有想到40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接到的那个电话会将他的职业生涯和神秘的古英国联系在一起。在当年，那件邓公轨成了发现古英国的重要线索，孙清远和同事们开始顺藤摸瓜。他说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呢，拿了一件青铜器。当时他问了一下这个农民是什么地方的，然后这个农民呢，他说他是薛庄公社砖瓦窑厂起土的时候出土的东西，想着拿到这个文物部门呢，想看能不能换几个钱。孙清远和同事顺着废品收购站提供的线索，摸排到平顶山市西郊薛庄乡，他们找到了砖瓦窑厂。这是一个微微隆起的土坡，名叫至阳岭。这个土岭呢，就是西边临着硬河，这就是高出地面有10多米的一道土岭，南北向土岭。至阳岭这个上面有公社的、大队的，还有个人的，这窑厂很多。至阳岭的名字虽叫岭，但早已看不出岭的模样，因为当地人常年在此取土烧砖，这个南北向的土岭最终成了今天的模样。因为它高出地面，把这个土取出来烧了，是烧砖烧瓦，它那个窑厂的周边呢，扔这个垃圾的地方很多，这个汉砖有些是空心砖的残片，有些是小砖，在他们在取土的这个剖面上面，我们还有看到一些这个墓葬，你比如说汉墓这个痕迹。沿着当年的足迹，直到今天，孙清远还能发现土层里存留的汉砖和瓦片，借此可以断定，至阳岭直到汉代都还在被人们使用。这里边也有小的骨头，你像这个带这个绳纹的，带绳纹的这个就是
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器物残片。这个圆形的应该是后来叫说是一种玩具，就是利用这个陶片做成圆的踢着玩，这个叫悠。这些这都是文化层里边的包含物。有砖的话呀，就有可能是小砖雀木，这个就比较晚了。小砖雀木应该是东汉的。不仅在地下，连同地面之上，在当地人的口述中，至阳岭同样藏着秘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发展农业，当地政府顺着至阳岭的走向修建了一条水渠，还有一道水渠，石砌的水渠。因为它这个水渠是建国以后挖的，在咱们发现英国以前，当时这个文物不被重视，不被认识，所以那些陶又大家又认为墓里的东西不吉利，所以那些东西青铜器可能当成废铜烂铁卖掉之后被融化，这个都有可能。那些陶器呢，由于不吉利，有的就直接给打碎了。在修建过程中，村民就经常会挖到锈迹斑斑的铜器，甚至一到大雨还会冲刷出一些小件的玉器。大雨一下，这个墓底的东西露出来了，有些铜器啊，水晶珠啊，水晶珠他们认为是夜明珠，有些小件铜器就是蹦出金马驹。这些只言片语给孙清远和他的同事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至阳岭下可能埋葬着古代墓葬。从此以后呢，我们文管会办公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要到薛庄公社窑厂去实地考察，在村里边和群众宣传文物法，然后在窑厂同工人宣传文物法。在田野乡村，孙清远和他的同事不断宣讲着文物保护法，而回到平顶山时，他们也没有停下。这些水壶、暖瓶、收音机都是当年极富吸引力的奖品，每一件奖品背后都可能牵连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国宝。然后在我们宣传的过程当中呢，群众会把他们有的是在窑厂收到的，有的是过去家里边藏的，这些东西呢都拿出来捐献。奖励一些物品都什么呢？我记得当时有毛巾、肥皂、暖瓶。孙清远至今还念念不忘至阳岭上的一户人家。家里有人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下来算起来有40年了吧？应该是。79年到现在。应该是。啊，有40年了啊。40多年前，在文物保护法的解读与奖品的激励下，孙清远终于征集到一件有价值的文物。这把剑呢，这个它带血槽。这个剑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考古这么多年，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剑带血槽的这个还是很少很少的，这是其中的一件。当时它还有韧性，喇叭形的握手，哎，这个剑非常好。剑，古代短兵器，可手持和佩戴。商代中晚期的中国古人就已经以铜铸剑，周代的贵族素有佩剑之风。佩剑不但可防身，而且也代表了佩剑者的等级身份。这把青铜剑上的血槽显示出它的实用性，让人猜想它的主人可能是一位武功显赫的将军。但是因为剑身没有明确的文字信息，
它的主人一直不得而知，藏身在历史深处。今天孙清远的到访让两人都很惊喜，四十多年的时光并没有抹去他们曾经的记忆。打开家中老相册，谈笑间时光又回到从前。四十多年前，刘静朝家刚生下第二个儿子，生活拮据，看到别人都在这岭上取土烧砖，他也在自家门前修了一座小砖窑。那时候生活很苦，我们结婚了以后有两个孩子没啥干，就在这就挖针那个小院取土，就是在这上面这取点土，这整个这是一个岭，不土质好，适合人家烧砖。烧着要取土中发现了七八件小玉石一类的，有一个是圆圈玉石圈当中一个一个，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发现，还有两个是小鱼的形状，有这一指宽这么长。像这把青铜剑和这些古老的玉器一样，从1979年起，平顶山市文物部门一共在至阳岭周边收集到了十余件青铜器，但没有一件著有铭文。难道关于英国的信息就这样中断了吗？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一个砖厂厂长在至阳岭上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随即交给文物部门。孙清远一眼便认出这是一只青铜鼎。这件青铜鼎腹部微鼓，素面三柱足，口微敛，沿外卷，双耳立于沿上。鼎原本是古代一种煮食物的器具，也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西周时期，鼎的使用有着严格礼制。这只鼎会不会也著有铭文呢？孙清源仔细地查看着这只青铜鼎，果然他在内壁触摸到了熟悉的铭文：英氏作履鼎。功夫不负有心人，孙清源终于再次发现了一件带有英字铭文的青铜器，人们因此欣喜若狂。英字的出现再次指向那个神秘的古英国，那么这五字铭文又传递出什么信息呢？都关于英史这个铜器啊，这个字呢在古文字当中呢和历史的史啊往往通用。我的意见赞同有些专家看法，应当读成史，就是史观。地位比较高，他们呢，比如负责记录历史和一些文献吧。好运接踵而至，和这件英式作履鼎一起出土了四件青铜器，个个带有铭文。英式作履簋装饰精美，簋耳装饰两只精巧的象手。鼻弦圆环，散发着浓烈的异域气息。英氏爵，起身流畅纤细，三足修长轻巧。这只青铜器的内壁有铭文：英氏作傅仪宝。除了鼎、簋、爵，还有一件酒器雉，同样著有铭文：英氏作傅仪宝。
这一套英式青铜器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讲述着发生在英国的另一个故事。这个英使呢，他做傅仪，这个用干支记这个祖父啊，父亲母亲呢、啊，特别我父亲的话，这个是商代的习俗。那么他做傅仪，就说明他是商代的，这个继承商代这样一个传统。英使本身是来源于商代的后裔。惊喜还在继续。这位英国史官的墓葬处还同时出土了青铜车马器、玉器和贝币，其中的青铜銮铃除去锈迹后能看出造型精美。中国先秦时期的马车常常使用在战场上，是重要的战争装备。评判一个诸侯国的大小实力，就曾以万乘和千乘来衡量。如果以车马陪葬，常常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那么作为古代来说，平民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这都是奢侈品。有车阶层肯定是一个是地位比较高，一个是经济比较富裕。贵族阶层，当时的官员，再一个是皇室的成员吧。成套出现的车马代表着2000多年前复杂的礼仪制度。义礼王度记记载，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按照礼制，天子可以驾乘六匹马拉的车，诸侯、大夫、士人、庶人拉车的马数依次递减。这位英国史官的墓室里不仅出土了青铜礼器，还有大量的青铜车马器，这不仅象征着墓主人的财富，也彰显着他高贵的身份。在当时，虽然英国故地还不能确认，但期待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探索不敢停下。地下的秘密不断显露，历史学者也开始梳理地面之上有关古英国的信息。从高空俯瞰至阳岭，向南越过英河，遇见英山。这英山英河都是自古沿袭至今的地名，那英国会在哪里呢？终于，历史学者在《水经注》中找到了一条关于英国的信息。在有关治水的记载中这样写道：治水东境英城南，故英乡也，英侯之国。如今英水英山都尚在，唯独这英城凭空消失了吗？
随即历史学者将目光投向水晶柱中阴沉所在的位置，然而那里却是一片名叫白龟湖的大湖。盛夏的白龟湖，夕阳西下，芦苇婆娑，水鸟振翅，波光粼粼，一派安详和谐的自然景象。但如今散步湖畔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60多年前这片烟波浩渺的水下，曾是一派山谷林立、车流如云的繁华景象。从1958年开始，平顶山市为了修建白龟山水利工程，陆续将42个村庄集体搬迁出库区，其中就包括一座千年古镇至阳镇。北至村85岁的吴双成就是当年至阳镇的居民，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大湖之下的古镇往事。这条河是硬河，硬河是硬窝的河，发源的是暴风的地带，离到这50里地。曾经的至阳镇，北达洛阳、西安，南抵南阳、襄樊、汉口，是淮河上游的水路码头。便利的交通使至阳镇在数千年来山谷云集、店铺林立，是南梁北沿的重要集散地。这是1958年至阳镇的遥感照片，古镇清晰可见。参照阴河与阴山，至阳镇准确对应着水晶柱中的阴城。与此同时，古镇居民口口相传的信息也为至阳镇就是阴城增加了不少证据。其他县城都是4道门，只有在河南至阳是个5道门，还有个东南门望出。望出是望出国，估计是在多在沿线那一带。中国的古城一般都按照方位设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而至阳镇却多出一座开向东南的第5座城门望楚门。而望楚门指向的东南方，平顶山市叶县就是楚国旧地。望楚，一个不同寻常的城门名，便将这片大地置于风起云涌的西周大舞台。楚国，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在春秋楚成王时期开始崛起，不断兼并周边各小诸侯国。而作为周王朝江汉诸姬中的英国，使命就是驻守南疆，防御荆蛮楚国的侵扰。历史学者还在至阳镇的地图上清晰地看到了望楚门不同寻常的防御系统，除了城门，内外又分别设置了外栅子门和内栅子门，这一内一外相当于3道城门。很明显，严密的防御系统和英国的职能一致，矛头指向自东南而来的荆蛮楚国。
一个沉入水底的千年古国，它的面目随着历史学者与考古工作者的进展浮出水面，逐渐清晰起来。1986年初春，乍暖还寒的时节，河南省平顶山市西郊薛庄乡的至阳岭上，出现了几位包裹岩石的身影，他们手持炭铲与铁锨，连日徘徊在这座土岭上，像是在寻找着什么。这是一支考古队，从1979年邓公轨现世到1986年，文物工作者就在至阳岭上先后收集到百余件文物，这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1986年，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对至阳岭进行考古钻探。他们希望找到埋藏这些文物的墓葬。古者墓而不焚，讲的是春秋以前，一些人死后埋入墓穴，用土填平，墓上并不封土，没有突出地面的坟丘，这给1986年寻找古墓葬的考古队员增加了难度。然而，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很多天过去，考古队员翻遍至阳岭，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具体位置。在寻找墓口的时候呢，它这个地层土和墓葬土应该有明显的区别，但是这个英国墓地这个地方，它这个土的上下变化不大，所以它填埋之后，你在辨别地层土和墓葬土的时候就难以辨别。这种工具叫洛阳铲，相传出自民国时期河南洛阳一带盗墓贼之手，后被改进成为考古专用工具。在勘探墓葬时，考古队员将洛阳铲垂直向下戳进土壤，取出时铲头会带出地下的泥土。通过查看土质和土色，可以判断出地下是否有人工扰动的痕迹。地层，比如说原来有耕土层、扰土层，扰土层下是灰土，灰土下面有黄土、褐土，这几种土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就是地面。然后回填之后呢，把这几种土掺到一起回填，咱们俗称就是五花土。然后发现五花土之后呢，就是有可能是墓葬。五花土是确定墓葬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洛阳铲探出混杂的五花土，就可以判断出地下被人为扰动过，这里就可能有墓葬存在。道理都明白，可五花土却怎么也找不到。平顶山博物馆馆长娄金山当年就参与了至阳岭的考古钻探，直到今天他仍记得那时的困难。你像这样的土是打不下去，一个打不下去，再一个很难分辨。至阳岭上的土呀是特别难分辨的，就跟这个郑州洛阳这个芒山岭上的土不一样。芒山岭上的土是黄土，一个是比较松软，再一个就是它这个颜色呀，就是如果是五花土的话很容易分辨，因为它那个土的颜色，五花土的话发黑，不是五花土的地方就发黄，所以它的界限非常明显。但是到了这个英国墓地至阳岭上了，它这个地方就不一样，这个土质不一样。它这个一个是土质比较硬，很难这个用炭铲打进去，打得非常吃力。另外呢，它这个颜色的不大好辨别，区分不是很大。都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呀、啊，它一个颜色，它就是它动过来以后也是基本上颜色区别不大。探查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后，五花土一直没有出现。经过商量，考古队员决定寻求外援，
他们将求助的目光投向100多千米外的洛阳。洛阳，一座有着5000多年建城史、1500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地下文物非常丰富。二里头遗址、东周王城遗址、徐阳陆浑荣墓地等重大考古发现，为探索和研究中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能请到这样的顶尖高手，还怕探不出个究竟吗？很快，洛阳外援赶到了至阳岭，期待伴着洛阳铲再次落下，但几天后却仍是没有结果。洛阳的勘探工来整个这一亩墓地进行了勘探，然后勘探的结果，本来他们应该出一个图纸，他们勘探之后呢，认为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墓葬，这个当时我们感觉也不可思议。孙清源和他的同事无法相信此处没有墓葬的结论，如果没有墓葬，那之前在至阳岭发现的青铜器又该作何解释？考古队员不甘心，这一次他们请来地质专家进行分析。这个咱们请这个专家来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可能过去啊是湖底，或者是一个河底，河底下边呢它有个裂缝，这个裂缝里边呢这个经常呢往里边淤这个泥沙，后来经过地壳变动把它拱起来了，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土岭，土里边比较纯净。这个地方的这个土质啊，一般不好辨别，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的。你看看，含沙量多大？很硬嘛，看看都打不进去一个，我们都掌握不住。你看，这样就看着就比较纯净的这个。在专家的解释中，至阳岭因为特殊的土质构造，土壤含沙量高，土质单一，所以即便是经过扰动，也很难看出五花土。考古队决定改变勘探方式，采用难度大但探面广的探沟方式。然后咱们就是找一些工人呢，挑这个探沟。挑探沟，因为探铲打下去只是一个圆孔，带出来一点东西。这个挑探沟的话，就是进入这个耕土层下面那个生土之后，它就是有探沟有半米宽左右，能铲出一个平面。打探沟的方式使勘探面陡然增大，再加上当时正逢冬末春初，旱季土层坚硬，进度变得异常缓慢。然而就在近乎绝望之时，现场的考古队员隐约发现了墓葬的痕迹。探铲继续深入，突然，探铲带出一块薄铜片，队员们眼前一亮。应该就是一种这个铜器，就很薄的器物，然后探铲把它带出来的。能发现一个铜片，说明里面有铜器啊，是不是？非常兴奋。惊喜接二连三，兴奋来得猝不及防。泥土之下埋藏着什么秘密？墓室的主人又会是谁？带着一个个疑问和期待，至阳岭的秘密即将揭晓。1986年9月12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平顶山英国墓地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刚被探明的墓葬被定名为一号墓，
墓口南北长4.65米，东西宽3.10米，在兴奋和期待中，发掘速度进行得很快。当天下午便有了突破性进展。一层一层的顺着墓壁往下挖，挖了，后来就是见到了青高泥，很兴奋的，因为青高泥呢，它是一般是为了防止这个墓葬的文物朽腐朽啊，它就是封闭的比较严。这个带青高泥的墓，应该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墓。青高泥对应高等级墓葬，在中国古代墓葬中屡见不鲜。青高泥取掉之后，下面明显发黑的泥土给发掘增添了信心，发掘一层一层深入，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确实都非常兴奋，都非常认真地来进行清理。清理，然后呢，就是有青铜器，有玉器，有海贝，有古贝。铜车轭、銮铃、铃铛、铜带扣陆续出现，还有数目惊人的铜鱼、石贝、蚌贝。大地之下，墓主人突然间捧出如此之多的随葬品，这让考古队员猝不及防。此时，另一项工作也随即展开，清理细小而数目众多的器物，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王胜利是考古队的技工，那段坐在墓坑里数蚌贝的经历让他至今难忘。坐到那太阳底下，说那个贝壳离这个地面还浅500-600个，大半个的都算一个，两个小半个的都算一个，还有碎的。蚌贝是商周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随葬的数量往往显示着墓主人的身份和拥有的财富。和这数百个蚌贝一起出土的，还有几百条铜鱼。这些铜鱼大小在2寸左右，有手有尾，一面平移，一面雕刻花纹造型。那到处都是，整个这个中间这块，就是管这个范围啊，它都有。它这个鱼，它像是像做了这个很粗糙，就是交付的技术。也很简单，毛刺儿，你看它不是说这出来以后，它这个鱼规规矩矩的，它没有毛边，它这有毛边。每个鱼的大小形状相似，但细看鱼鳞纹路和鱼的造型又各不相同。很明显，它们不是用一个模具铸造出来的。但即使在当下，铸造这些形状、纹路、大小各不相同的铜鱼，也需要繁复的工艺和高额的成本。而如此数量众多的铜鱼散布在这座墓室中，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答案似乎近在咫尺。在距离至阳岭6000米处的这处场地，每到周末的清晨，便会自发形成一个不良交易集散地。这些地摊上的仿制品虽然粗糙，数量也不成规模，但大多都极富中原特色。在一个摊位前，商贩正在兜售他制作的铜鱼。我也真说不好是啥时候啥时候。看到那个古代时候的那个鱼皮，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不是老的，不是老的。摊位上的铜鱼以博物馆铜鱼为范本仿制，商贩的说法虽无从考证，却也不无启发。这些铜鱼手部都有一孔，应该是为了便于穿帘。这些铜鱼
会是鱼币吗？在仔细研究后，专家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棺材出的时候啊，一个那个罩在棺材上边，挡太阳，挡个什么？你万一下雨啊，或刮风啊，当那个煞是那个。到了墓地就埋在墓里头了，罩在棺上。这棺上呢，它底下呢，它坠落，它怎么能坠下去呢？就坠了很多那个铜鱼，还有海贝，也坠在那个边上。目的是防止那个，地下的这些其他的来侵入啊。周礼、丧、大祭中描述，两周时期，王室贵族在出殡之时，棺罩之下会悬挂着铜鱼、贝币和五彩丝线。当灵柩行进时，会呈现出水草动摇又鱼跃浮池的景象，说的就是垂钓在棺室上的铜鱼。对应史籍中的仪式，至阳岭上的墓主人在死后以贝币和铜鱼做棺罩的装饰，数量如此之多，足以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呢？能拥有如此高等级的装饰，如此隆重的葬礼呢？发掘继续，铜鱼之谜尚未有定论，新的疑问又浮出水面。假使这些铜鱼是棺罩上的垂钓装饰，那么棺椁又在哪儿呢？令人疑惑的是，墓室中间本该是放置木棺的地方，却什么都没有。提取了这批器物后，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然而越是发掘越是疑惑。除了贝币与铜鱼，这座墓葬一直都没有出土大型青铜器，墓主人的棺椁也找不到一丝痕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考古队员决定舍弃手铲，改用大的3尺铁耙继续视掘。发掘随着铁耙的挥舞不断加快。第二天上午，在发掘到墓室东北角时，一耙子下去，咣的一声响，铁耙好像碰到了坚硬的物体。拿起来看时，耙子的一根齿尖被割成了弯钩。哎，郑老师，你看这是啥？这个意外让大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明明已到生土，怎么会有如此的硬物呢？从近几个月观察砖厂取土的情况推测，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大块岩石，那下面究竟是什么呢？考古队员再次拿着手铲小心翼翼地清理一层又一层，突然大家眼前一亮，浮土下面竟露出了令人兴奋的青绿色。所有人喜出望外，能将铁耙磕弯，这件器物的硬度和厚度可想而知，一定是一件形体大且器壁厚实的青铜器。兴奋的考古队员加快了手铲的速度，奇迹终于呈现在眼前。一件体型硕大的铜鼎赫然现世。这件数千年前打造的铜器，在与现代金属较量的一瞬间便赢得了胜利，铜鼎在铁耙下竟然完好无损。铜鼎报喜，接下来考古队员就像打开了一座地下宝藏，各种各样的青铜器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3天内连续出土了5件青铜鼎、6件青铜簋、2件铜方壶，
还有铜盘、铜戈等，共计17件青铜器。当时这个出了，这个墓出了有5鼎6簋。按照这个古代这个礼制呢，他这个鼎和簋代表身份，他应该是大夫一级的，大夫，但是应该是5鼎4簋，这个呢是5鼎6簋。按照周礼，鼎和簋的配置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天子用9鼎8簋，诸侯用7鼎6簋，卿大夫用5鼎4簋，士用3鼎2簋。但至阳岭这座大墓出土的鼎簋数量却很奇怪，5鼎6簋。如果对应5鼎，大墓就埋葬着一位卿大夫；如果对应6簋，埋葬的就是一位诸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为什么这组鼎簋的数量组合如此奇怪？它是出土了5鼎6簋，啊，按照礼制来讲是5鼎4簋，因为它这个殷国的地位比较高嘛。刚才我讲了，他就一直是做一个这个护卫，这个在商代的时候就护卫一个商朝的一个平将，大汉时候就已经被称为殷王了。所以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地位比较显赫。或许是殷国的特殊地理位置，造成这位墓主人鼎簋数量如此特殊。淮河是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条大河，和秦岭一同延伸成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古殷国就位于淮河上游地区。在古时，气候的交界处往往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区域。历史上，中原地区一旦出现政权的南北对峙，大多以淮河为界。刀光剑影下，淮河总是战争前线，殷国首当其冲。在专家的推测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殷国在周王朝的分量，守土卫国的战功是殷国在周王朝地位的砝码，因此五鼎六簋的特殊配置才会出现在这座大墓中。他这个为了不突破礼制，鼎是五鼎，但是鼎是不能突破的，要从规上要突破一下，所以5鼎4簋上升为现在的5鼎6簋。特殊数量的鼎簋组合背后一定是一位特殊身份的墓主人，但是当考古队员试图从这些器物上寻找更为准确的信息时，结果却有些令人失望。出土的17件青铜器竟然没有发现一字铭文，这个不同寻常的情况让迷雾再次笼罩至阳陵。令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一座墓葬出土了大大小小1000多件文物，再加上17件青铜重器，却没有给考古队员留下一个字的线索，墓主人究竟是谁呢？此时，在墓室的中部，开始出现了一些黑色物质。考古队员意识到，棺椁终于找到了，但因为椁木腐朽，考古队员只能根据痕迹辨别。哎，不对，那北了，这边是南，这边是南，这边南了，这巨南，那边西，东南西，南说的。小心翼翼地清理开腐朽的棺椁。墓棺内逐渐呈现出一具完整的人骨。
墓主人的骨头呢，当时就是可以辨别出来，但是这个骨头朽的已经挖着之后跟泥一样，就是基本上不成形了，但是它还可以人的形状还有。墓主人投北足南，养生止之。每个骨架都是一点一点给它清理出来，从头到脚，这身高这都好办。嗯，它哪怕是个痕迹的，你也能量量它身高。那时候人跟现在差不多一般高。对于判断尸骨的性别，经验丰富的技工王胜利有着独门秘籍。他这个眼呢，眼这里头啊，他一个钩，他都摸住摸，手摸住以后，你在手下边，他是个勒，拉手。女的他是光滑的，他是光滑，这是里头这个。再一个是个，还有这个，这叫额三角。男的外翻，女的内勾，他不一样，这绝对不一样。盆骨更明显。男的女的盆骨，女的她宽一点，男的她窝一点。王胜利判断，墓主人是一位身高1.82米的男性。2020年，相关数据显示，18到44岁当代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69.7厘米，而在2000多年前。这位墓主人的身高竟然达到了1.8米以上的高度。专家分析，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摄取到足够的营养。那么，这样一位身材高大的男性贵族究竟是什么身份呢？清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考古队员急切想知道答案。此时，一件接一件的玉器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王胜利清晰记得，墓主人的上半身被玉器包围着。这个玉器啊，都在棺里头的多，棺外面几乎没有，周围都有，周围胸部。先秦时期，佩玉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美观，还有彼得于玉，赋予了身份、人格和美德的象征。以玉炼葬的风俗也成为西周贵族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口腔里头有玉啊，口含玉啊，他口含玉。给他拿出来看看，拿出来以后土掏进东西，给他放里头。口中所含碎玉为玉函，玉函的目的，一是古人视死如是生，不使死者空口；二是希冀以玉石至坚色美的特性来保持尸身不腐。清理不断推进，考古队员发现，墓主人不仅口中含玉，他的头部还有其他玉器。我就记住一样，玉珏，他带着火嘛，那都是专门给这做了死人用，别的不会给他配备。我就记住这一样。墓主人的两耳处有一对玉珏，玉有缺则为珏，珏是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之一。墓主人太过相信以玉炼葬可保尸身不腐，使复活成为可能。而陪葬的玉器的数量与规格，也是他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我印象中头上面有一个玉宗，然后有项链的组配。在墓主人的头顶部放置的这件内圆外方的玉器称玉琮。周礼中记载，以苍璧礼天，
以黄琮理帝。先秦时期，玉琮和玉璧是国家宗庙祭祀时最重要的两种礼器，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像是对应着周礼，这一座墓葬中也有一件精美玉璧。五鼎六簋，玉琮玉璧，人们不禁猜测，这位拥有种种重器的墓主人会是英国的国君英侯吗？还未来得及思考，新的信息又出现了。考古队员在墓主人的颈部发现了一组由玛瑙珠玉佩组合的项链。周代大型玉组佩的使用有严格的制度，玉璧、玉琮、玉珏、玉璜等使用范围仅限于国君、公、侯及他们的夫人或有相应封号的贵族。随着这些玉器的相继出土，墓主人英侯的身份逐渐清晰起来。但这些玉器仍不是全部，像故事一样，最精彩的部分往往出现在最后。在腰部这个地方，这就发现有一件玉婴。这件雕工精致、栩栩如生的白玉线雕婴，出土时就放置在墓主人的骨盆处。它是利用翘色的手法，头顶上是带那个皮壳的，有一点红，还有这个翅膀上面有一点红，是线雕，它也是一个圆雕。这件白玉线雕婴长2.2厘米，宽5.7厘米，重16克，玉料呈白色，略泛青，温润光洁。因头顶和右翅虽有褐斑，但流畅的线雕工艺和翘色手法因材就是。头向右扭曲，嘴衔右翅，两爪蜷曲于身下，线条流畅，轻盈欲飞，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件器物让墓主人英侯的身份呼之欲出。就是英国呢，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由鹰演化而来的，这图腾崇拜的现象。这个鹰应该是英国这个国人的这种图腾。鹰在甲骨文中通鹰，同源通甲。竹书纪年记载，盘庚7年，英侯来朝。原来古英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立国，而它的国名来自祖先的图腾鹰。如今在平顶山博物馆1楼入口处，这只精美的线雕玉鹰吸引着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解员正在为观众们讲解这只鹰的来历。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名为白玉线雕鹰，1986年出土于英国墓地1号墓当中。那经专家考证呢，它应该是一件传世佩玉。上古时期，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分布着众多部落和氏族。相传有一支以鹰为图腾的族群，就叫鹰龙氏。而英国一直沿袭了以鹰的形象为图腾，而象征着国家权力的玉鹰，应当就掌握在英国国君的手中。由此，专家推断，这位手握玉鹰的墓主人应该就是西周时期功勋显赫的一任英侯，也只有英侯才能匹配5顶6簋的特殊礼遇，手握象征国家权力的鹰形图腾。数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文明的冲突与交融不断叠加堆积，将古老的英国文明封存于地下。1987年，平顶山市，这座崛起在古老英地上的新城，
将这只彰显着悠久历史的玉鹰作为市徽，从此平顶山也有了一个别称——鹰城。一个悄无声息、沉于水下的西周古国，一段被封存于大地之下的灿烂文明。无数散落的信息，在上世纪末被中国考古工作者拼接成一段可见的历史。1993年，距离上次英国墓地 M1 号墓的发掘已经过去7年时间。2月，考古队员重回至阳岭，考古工作再次启动。还有没有英国墓葬？还有没有惊喜？考古队员以中部 M1 号墓为原点，向四周进行勘探。当推进到南边约3000米的地方时，考古队员心里一惊，眼前出现了他们最不愿见到的一幕：盗洞。从侧面来看，好几个盗洞，我们感觉到这个墓葬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就主动去把它挖一挖。这座墓葬位于至阳岭最南端，被发现时已有7个盗洞，上部还被6座汉代墓葬打破。情况紧急，考古队员立即对这座墓葬展开抢救性发掘。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不是一座寻常墓葬。结果一挖，这个墓的形制比较大，出土了很多这个石头，啊，石头块的也比较大，各种也都比较大。打开墓葬，等待考古队员的竟然是一堆散落的石块。更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石块除了数量多、体积大，排列也很讲究，仿佛被人刻意摆放过，中间低，四周高，呈漏斗状。这些石块为什么会出现在墓葬中？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奇特的造型呢？整个墓室从上边到下边分了多层，就是放了一层石头就上了一层沙土，放了一层石头就填了一层沙土，这样一层一层的一直埋到上面。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墓葬，积石积沙墓。积石积沙墓通常会在棺椁上方填一层沙土，再堆一层积石，交替往复。这是古人为了防盗而采用沙石填充墓穴的一种形式。当盗墓者打算挖掘盗洞深入墓穴时，巨大的积石会作为第一道屏障拦住盗墓者，即使费力搬开积石，沙土也会从四面流入，把盗洞堵住。为了防盗，里边装了很多石头，啊，石头块的也比较大。另外刚才我说的这个地方那个沙质比较大，石头里边呀还掺了很多沙子作为流沙，如果一旦盗墓，这个沙就往下流，哎，它就形成一种保护的措施了，它就不容易被盗。但此刻，墓主人精心营造的防盗机关，却成为摆在考古队员面前的一道难题。积石又大又重，人力无法移动，大型机械也不具备上岭条件。考古队员只能先用铁锤把石块砸碎，再向外运出。通常，积石积沙墓中一般有3到5层积石，但在这座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5层积石后，下方积石依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无奈下，他们只得一层又一层不断向下清理。
最终发现这座大墓竟然填了整整12层基石。这些基石形状大小不一，最重的高达500多千克，12层基石总重超过100吨。即便是就地取材，以当时的生产力计算，这上百吨基石的开采、搬运和填埋都绝非易事。2000多年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享用着如此奢华而讲究的墓葬呢？说明他的身份高贵，他随葬的品类、随葬的东西多，为了防止盗，所以带有基石，还有这个带有这个基石，还有这个沙在里边。砸碎搬运12层基石并非易事，从寒冬到盛夏，整整5个月后，这座墓葬的全貌才清晰地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考古队员将这座墓葬编号为 M232。M232号墓不仅是英国墓地发现的第一座基石击杀墓，还是一座有着30米斜坡墓道的大型甲字形墓，绝对称得上是一座超级大墓。考古队员们加快了清理速度，然而让他们感到疑惑的是，直到墓室底部，既没有发现棺椁，也没有发现随葬器物。难道这座精心营造的防盗墓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很快，这个悲观的推测应验了。在墓室底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汉代空心砖残块，还有一把铁掘。显然，这座墓葬早在汉代就被盗墓者洗劫过。这个墓葬的被盗可能不是一天两天了，很早就被盗，很早就被盗，所以流失出去的东西也比较早。盗墓这个风气是流行的是比较早了，西周时候就开始盗商代的墓，汉代的人也去盗这个前面的墓，到宋代还去盗墓。为了防盗，墓主人曾布下天罗地网，但盗墓者却在这场盗墓与防盗的博弈中取得了先机。盗墓者将盗洞选在墓壁之外，垂直挖到墓底深度后，再横向向墓室挺进，避开石块与流沙，最终进入墓室。 M232号墓的7个盗洞，5个位于墓室外，2个位于墓道中，全部避开了基石击杀区域，这其中有5个盗洞都已到达墓底。显然，这是经验丰富的盗墓者所为，墓室中的器物或许早就被他们劫掠一空。但考古队员并没有放弃。他这个盗墓，他毕竟不像咱们的考古发掘那么做的精细，他们就感觉到弄了几件大器型的东西就走了，一般小东西他也看不上眼，就不要了。所以，即便发现 M232号墓早已被盗，考古队员却并未停下清理的工作。根据墓葬规模和形制，他们判断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常显赫，即使不是英国国君，也是一位高等级贵族。清理发掘非常细致，考古队员不能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清理一个盗洞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件玉器。虽是在盗洞中发现，
但这件玉器的外表完整无缺，整体呈弧形，材质为青玉，玉质细腻温润光洁，玉器两端各有一个单面钻圆孔，通体素面无花纹。考古队员判定，这是一件素面玉璜。在中国古代，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章和玉虎一起，被称为礼天地四方的礼器。到了商周时期，玉璜逐渐具备了礼器和配饰两种作用，在玉璜两端打孔、系绳佩戴，是当时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个玉璜还有个学名，还有一个学名叫什么？叫做衡，它是个平衡之意，取平衡之意哦，所以说它又叫玉衡。新石器时代啊，挂一个级别都挺高的啊，哦，因为在做这个也难度也特别大啊。那么到咱们这个青铜器时代的话，它都变成这个也变成了等级的一个象征了。像咱们的国国墓地那国君墓啊，贵族他们的贵族，他都有这个璜。玉璜的出现，再次确定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但是接下来出土的几件器物，让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推测。在同一个盗洞中，他们又发现了六件红色的玛瑙管。这六件玛瑙管形制基本相同，但大小和颜色存在差异。半透明，中部较粗，有一周锐棱。从形制上看，它们属于竹节型玛瑙管。玛瑙管与玉璜同时出现，或许是一个组合，并且这组合极不简单。1990年，考古队员在距离三门峡火车站北面仅仅100多米远的农田里，发现了一座大型西周墓地。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墓主人颈后发现了一串玉璜，这些由玉牌、玉管、玛瑙珠等珍宝连缀玉璜而成的器物，在修复组装后，如今正静静躺在河南博物院的展柜中。这组七璜连珠组玉佩，曾是国国国君身份地位的标志和象征。七璜连珠啊，就是最少是一个公侯的，就是那个大诸侯国的国王。那么天子有几个的话，那记载应该更多。那么一般天子崇尚九，九位最大的数，有可能会出来九璜连珠、十二璜连珠啊等等。所以它的这个数量和它的代表的等级，这是非常的分明的。考古队员推测 ，M232号墓中的六个红色玛瑙管和一件玉璜，或许也来自一组玉佩。随后，考古队员在平顶山英国墓地 M232号墓的那个盗洞中苦苦搜寻，但最终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配饰出土。M232号墓的墓主人到底是普通贵族还是一国君主？祖玉佩线索的中断，让墓主人的身份更加迷雾重重。但此时，考古队员却有了另外的收获。因为这些玉器，它们产地是不一样的，产自现在的全国各地的玉都有，方方面面的都有，有绿松石呀，种类也有绿松石呀，有水晶啊、玛瑙啊。我推测就是两种渠道，一个是他们这个英国呢，他的这个能征善战，出去打仗以后啊获取的这个战利品；另外的这个就是通过商贸关系或者馈赠的这种方式来获得的。考古队员推测，由于西周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或往来频繁或战乱纷争，这些玉器极有可能来自英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战争或贸易往来。
清理继续。在发现玉器后不久，考古队员在盗洞的填土中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次是数量众多的海贝。在经过细致的清理后，共出土海贝378枚。海贝曾是先秦时期的流通货币， M232号墓能在数次被盗后依然留有300多枚海贝，说明墓主人生前一定拥有大量财富。继续发掘，考古队员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件特殊的器物，外表呈黄褐色，藏在土中很难被发现，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圈足，器型就像那现在的那个果盘一样，啊，下面上面一个盘底下一个座，中间一个柄，也就是放水果呀、或者放这个食物呀这些用途，它都是日常用品、日常用具。这种器物名叫豆，是古人专门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汉字的豆字就来源于此，但随后豆逐渐演变成不可缺少的礼器之一。古人有无豆不成礼之说。考古队员仔细观察后发现， M232号墓中出土的这件豆非常难得，它掩埋于地下2000多年后，灰白色的瓷胎和略泛土黄色的釉面依然清晰可见。瓷器源于陶器，却精于陶。考古发现，以原始瓷做陪葬，大多出现在商周时期的大中型墓葬中，等级极高。能使用去瓷器的原始瓷类，那都是贵族，就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平民他用不起这个瓷器。依据商周时期的礼制，随葬品中的豆多以偶数出现，其数量的多少代表了墓主人身份的尊卑。考古队员推测 M232号墓中应该还有未被发掘出来的豆。带着期待，考古队员继续清理。果然，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陆续出土了31件原始瓷豆，其中20件器型依然完整。如此珍贵的原始瓷豆，整整出土了32件。考古队员断定 ，M232号墓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高等级贵族。在随后的研究中，专家发现，这32件原始瓷豆大多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差无几，但有一件却造型独特。它的上部由3个形制大小相同的浅盘组成，下部共用一个收腰桶状圈足。这件造型独特的3盘连体瓷豆引起了河南当地汝瓷研究者的注意。范随州汝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整理中原地区的陶瓷文化。一次偶然的机会，范随州见到了这件3盘连体瓷豆，便一直想要复原它。这个器型啊，据这个目前的资料来说，它是在英国墓里出的器型，出的器型这个非常独特，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见过。目前的资料是没有见过。他把一个整体的一个高足，代替了3个高足。这个设计是3个豆的组合，这样的话就是从造型上比较新颖。另外还有一点，就在使用上，很相对的集中，比较方便。你比如说，如果要上面放菜，啊放食物，这一下子就端出了3，并且还
能够分开。复原三盘连体瓷斗最大的难点就是它复杂的器型。范随周制作了一件等比放大的样品，先制作好圈足，再修理斗盘的底部，既不能太厚，这样会影响美观，又不能太薄，以免粘合时出现意外。修理好后，再把三个斗盘依次粘贴到圈足上，之后便是上釉烧制。原始瓷是摄氏1200度左右的高温烧成的青釉制品，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原始瓷与灰陶、印纹硬陶相比，更加坚硬耐用，器表更光滑，不易被污染。复原一件2000多年前的器物非常困难，这让范随周深切感受到，在当时远落后于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制作这样一件三盘连体瓷斗，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种器物绝对不是一般人能使用的。在西周经文中，宝字由宝盖头、玉、贝、否四部分组成，其中的玉代表玉器，贝代表货币，否则代表陶瓷用具。而 M232号墓中集齐了当时所有珍贵难得的宝物，那么它的墓主人到底是谁？由于 M232号墓惨遭盗扰，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身份确定变得异常艰难。要想弄清墓主人的身份，他们就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现场清理工作因此变得更加细致。当清理到墓室东壁中部附近时，考古队员有了重大发现，在黄褐色的泥土中露出了一点点青绿色，难道是青铜器？这一点点青绿色让现场的所有人兴奋起来。如果这真是一件青铜器，墓主人的身份也许就会被揭开。满怀着兴奋和期待，考古人员开始仔细清理。然而期待逐渐被疑惑替代，青绿色的器物逐渐露头，显然这不像是一件大型青铜器。继续发掘，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出现在考古人员的面前。这是一件青铜面具，高18厘米，宽14厘米左右，面具上发丝细密，向后梳理，在脑后挽成发结，眉毛呈棱脊状隆起，上面雕有人字形的曲折纹。面具的眼珠和口部为透孔，鼻子下面有一近圆形的鼻孔。青铜面具的头顶、鼻梁、下颌和脑后各有一堆小穿孔，明显是为穿线佩戴所用。然而让人疑惑的是，这个面具是侧面的造型，侧面的面具如何佩戴？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疑惑并未解除，很快第二件面具出现了，接着第三件面具也露出泥土。三件青铜面具造型奇特，神秘而诡异，考古现场人们满是疑惑。面具源自原始的巫术，寄托着人们的某种精神需要。在世界各地都曾发现过各种各样的面具，
这是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面具，用11000克纯金打造，镶嵌着华丽的宝石。面具的前额部分装饰着老鹰和蛇的图坦。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纵目面具，面具的眼球极度夸张，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这是汉代独特的玉制丧葬面具，玉覆面，透着神秘和威严。那么M232号墓中出土的三件青铜人面具是做什么用的呢？他们为何全部是侧脸的呢？目前这个看这个面具啊，推测呀，应该它是一个祭祀的法器，祭祀的法器。我认为啊，就是正面就不说了，戴他在祭祀的时候戴上这个面具了，侧面的时候是不是人要？侧面站住，面向着这个祭祀的所祭祀的方向，站到那儿以后，但是他要对这个其他人来看，就看到了一侧的脸，他是不是要戴一个侧面的这个面具？如此独特的祭祀面具，难道 M232号墓主人是一位祭司？带着种种疑问，考古发掘继续进行。考古人员又在墓室中发现了二层台。二层台是商代墓葬最典型的特征，商人一般习惯将随葬品和殉葬的人或动物放在二层台上。到了西周时期，一些大中型墓也继承了商朝的这种墓葬遗风。在二层台上，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一件铜兽面具。铜兽面具头顶有粗壮的双脚，面部有向上暴突的双眼，眼睛中心为透孔，前额中部有一菱形凸齿，鼻子与人类相似，嘴边还有一对弯曲的獠牙。铜兽面具造型诡异，面目狰狞，让人心生畏惧。这时候商周时期两个大事，一个是就是祭祀，一个是打仗，就这两个大事，所以每年都要搞祭祀活动。考古学家推测 M232号墓中的面具可能是丧礼上方向士所戴的面具。方向士是古代挪文化中驱疫辟邪的神。到了西周时期，作为一个官职，由4名狂夫专职扮演，在大型祭祀场合为国家驱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M232号墓有了祭祀器物，会不会再发现有代表战争的器物呢？发掘继续进行，考古队员的推测真的应验了。在墓室底部的盗洞中，他们发现了4件铜戈，但令人奇怪的是，每件戈都从原部残断，有明显的人为损坏痕迹。这会不会就是商周时期的毁兵葬？我认为还是怕被盗了，直接拿去使用。哎，因为双方都在打仗，他们一盗墓把兵器直接拿走了，就可以直接使用。所谓毁兵葬，是指在死者入殓或下葬前，先将兵器人为毁坏，再放进墓中陪葬的一种葬俗。毁兵葬产生于早商时期，是毁弃葬俗的一种新形式。学者们分析，毁弃葬俗的原因有多种，或是为驱鬼辟邪，或是显示战功，或是表示富有。有专家也认为，毁兵葬也可能是为了强调权力。这个武器啊，只有掌握在王手里、诸侯手里，
不能落在其他任何人手中。武器是带有军权的，如果其他人也得了武器，他会不会可以反叛呢？那么 M232 号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后来专家发现，对 M232 号墓主人身份的推测，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墓葬之外。在传世的英国铜器中，有12件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显示作器者为英公。这12件铜器包含了鼎、簋、壶、尊、彘、酉6个种类，陈梦家先生称其为英公朱器。这些英公朱器从何而来，在此之前无从知晓。直到平顶山至阳岭上这座大型墓葬的发现，一切才变得明朗起来。1993年，在清理 M232 号墓的盗洞时，考古人员曾发现过一件宋代瓷瓶，证明这座墓葬在宋代时候就已经被盗。而这12件英国铜器也是从宋代以后逐渐面世的，学者们由此推测，这12件英公铜器或许都出自平顶山的这座 M232 号墓葬中。根据西周的爵位制度，只有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才能称公，其地位高于一般的诸侯国君。而英国作为一个小诸侯国，怎么得到英公的尊称呢？文献记载，英国是周武王庶子，英叔所受封之地，最初的封地在今天山西省长子县一带，正好位于殷商王城安阳的西边。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众多部落一举灭亡了商王朝之后，一边对殷商贵族施以怀柔手段，一边把自己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分封在殷地周围，暗中监视五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监。但之后三监竟然反叛，他们随即被周成王所灭，监督英移民的使命便赋予了位置较近的英国，因而英叔又被称为英监。这是在江西省余干县境内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眼，在其口沿内壁有铭文6字：英监作宝尊仪。在古代，燕与英为通假字，学者们分析，英监指的就是当时英国的国君。过去啊，有一种传统看法，好像商灭周以后啊，只有三监，管叔、蔡叔、火叔，后来三监叛乱了，被周公他们镇压下去了。但是呢，实际上这个监国制度啊，不仅仅是三监，所以英监的发现呢，使我们打破了过去仅有三监的这种概念，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许是英侯在做英监时的特殊贡献，才成为周王室举足轻重的大臣，也成为周王室内的三公之一英公。成王晚期，英移民势力逐渐衰微，已无法对周王朝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位于淮河流域的南淮夷与楚国却成长为周王朝南方的劲敌。平顶山地区位于秦岭东沿的伏牛山东麓浅山区，东北与黄淮平原相衔接，拥有贯通南北方交通的天然道路，所以周王便将原在黄河以北的英国南迁至平顶山，赋予其守卫周王朝南大门的重任。
他从那边迁过来的时候，就是让他来对付这个楚国和南怀疑的，所以他们来了以后，就是直接就开始打仗了，啊，直接就打。他来的目的，这个迁，从山西那边迁徙过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打仗。M232号墓中出土的一些车马器，也印证了当时英国国军能征惯战、戍守边疆的职责。常年征战，也让英国与周王朝的关系不断密切。《诗经》中“媚姿逸人，英侯顺德”，就是在歌颂英侯忠于职守，协助平定叛乱的功德。没有人会想到，当年废品收购站的一件青铜簋，让考古人员发现了英国墓地。3000多年前的古国，在历史的空白处，一点点浮现出来。